谁啊？嗨，你好，精灵购物指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有奖金。我一般都不会做什么准备，我就在等你们过来制作专辑的过程。最近其实主要还是潜心于音乐上面，分享下一首要发的歌吧。我选中间这个吧，开箱。它就是一个音箱，我最近特别喜欢那种复古的效果，所以它就一放出来就是那种老磁带啊，那种以前黑胶唱片的那种感觉。这个是我的耳返，就是我每次上台唱歌的时候都用的，就是这个耳返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的一个小癖好，这是飞利浦的冲牙器，平时蛮注重自己牙齿的保养的，然后会特别注意那种牙缝里面的那个清洁。从小我就很喜欢去那个牙医诊所，我妈就每天会逼我去。然后到了出道以后呢，就会发现很少时候会去到一个固定的诊所去弄，所以我觉得有了这个它过后，会自己在酒店啊，还是自己在家里面洗的时候都比较方便，带出门也比较方便，因为比较小。我现在宣布我们的开箱成功。就挑战中这么成功了是吧？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喽，拜拜。